珍珠就还蛮流行，可是其实你也有对不对？有，但是一模一样。其实我带来的，哎，我可以夹夹看啊。这个我平常就是没干嘛的时候，其实也真的都会夹它。对啊，就是这样讲。你看人家夹起来就是不一样，真的哎，一样的东西耶。我是你眼神是你好快啊！没有，我觉得那个卷度啦，卷度啊，哪里有问题啊？我明明比他多，你现在看啊，好，再看，来，对，季普星来，你先让老师休息一下，是，让我们来看看你什么叫四级来哈。我这边其实我带来都是一些比较童趣的，对，都是比较童趣的。这是我女儿的东西，这个很适合她。因为我会买一堆这个小花的这个很多颜色的夹子，是因为今年那个泫雅她头上就夹很多这个小花，所以今年其实在就是网络上有流行一股泫雅风，就是会穿一些复古的碎花洋装，然后配这种花的小发，包含她擦的指甲油啊。对对对，她的指甲也都是做小花，这个就是超简单。反正你就直接夹在你的头上，他们都可以夹好多张。我是随便张，对，但是因为它有很多颜色，所以可以跳色夹，这样这样看不到。就是对，就混着夹，然后我通常会夹在上面这边，就是夹个夹的像一个头箍一样，对对，也是对。对，我会夹个四五颗这样子。这个很适合你啊，而且那你自己会要会配色，好适合你。对，通常我会跳色的夹，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这样直接夹一排，就是我觉得一条链还蛮可爱的。通常像出去我们都以为他是卖饰品的，发饰有没有？就是卖饰品夹在头上，但是夹在他头上是合理的。对，而且我是去那个路边，就是卖很多那个发圈的那种，然后他就是会。就一包可能才10块，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颗，所以其实很便宜，然后又还夹起来很可爱。